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，科学知识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气象事业的需求而诞生，伴高等教育的前进而成长，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壮大。传承竺可桢创办的国立东南大学气象专业血脉，发轫于南京大学气象学院，历经半个多世纪励精图治、锐意奋进，这所新中国第一所气象类本科院校已成长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，并入选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序列。回望来路，从1960年创建南京气象学院起，我们一步一脚印，坚实而有力。1978年，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首批88所重点高校之一，其后相继获得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权，并在1999年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。1993年，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再次设立区域气象培训中心。2004年，更名升格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。2012年，大气科学学科在全国学科评估中位列第一。2015年起，地球科学、工程学、计算机科学先后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全球前1%。2016年综合实力挺进全国百强。从这里走出的一批批毕业生，遍布国民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，活跃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舞台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他们中既有世界气象组织副秘书长、中国气象局局长等行业领导，也有两院院士、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等学界精英，还有中金公司首席执行官、中国银行执行董事等企业高管。今天，信息技术主导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，中华文化、西方文明在这里碰撞，全球化浪潮、中国式道路在这里相遇。面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，我们以深刻的洞察、严谨的科研、不懈探索，大气科学学科瞄准国际一流。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巨变，我们以真实的数据、科学的分析警醒人类。多项成果登上全球顶级期刊。面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挑战，我们以理性的解读、独到的建议支撑决策，智库咨询服务政府、企业和公众。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与挑战，相信我们可以有所作为，也必须有所作为，因为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使命，让我们做得更好。